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26面第四行啊，第四行。光精明具足，光者光明，精者精妙，明者明净，出者出现。这是说，自性本具的万德。无明垢净，这一句讲的障碍没有了啊，无明垢净啊，就是完全断掉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真正做到啊。不起心，不动念了，叫无明破了。分别执着当然没有。啊，这个时候，自心本具万德，通通现前。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的无量德能，通通现前。”下面几句话形容他：在清净庄严。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清净庄严，光明微妙，精美洁净。这个两句是说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慧微妙啊！啊，精美洁净，说明光明里面没有一丝毫染污，没有一丝毫啊障碍，一切妙相齐头并出。这个一切妙相是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全都显现出来了。要单就下义的来说呢，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出现了。是圆教初住到等觉41位菩萨所证的。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也如是。故云：光精明具足，善好殊无比。
啊，善好是赞美之词，殊胜无与伦比啊，十方世界这个诸佛的刹土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经云：光色晃耀，静极严厉，又云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晃耀是光明、照耀的意思。啊，晋级就到极处了，这么庄严、华丽，啊，到极，到了尽处了，就是究竟处了。清净庄严是讲的依报与正报，正报是清净，诸菩萨们啊，依报是讲的庄严，美好的基础啊，超越十方一切世界。故其美好，十方世界实无能比者，啊，十方诸佛刹土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对极乐世界赞叹极致啊！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会所里都说，所证的理。是法平等啊，所证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这里说无上下啊，住于无上下。这是事实真相。十报土的化身大士，他们证得了，啊，没有高下，也就是说，完全平等。啊，为什么完全平等？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经上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外无法，所有一切法是心现的，心能现，能生。啊，法是万法，这个万法，除了常寂光。三途通通包含在其中，啊，十报途、方便途、同居途，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常设十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是方便途，六凡就是六道是同居途，啊，也就是说。十法界一正庄严，上面还有诸佛的十报庄严土。全都包括在其中啊，没有一法不平等。啊，所有一切不平等。是从妄想执着里面产生的啊，分别执着产生的
分别执着本身就是虚妄的啊，所以我们看一切法不平等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这个见解，错误见解，就产生我们对一切法就有了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啊，我们以为高的，以尊重心对他；以为低级的，我们用轻慢心对他，这就不自然了。啊，这个就是经教里的常讲的造业，错了。啊，诸法真的是平等的。啊，我们明白之后啊，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用平等心对待一切法。啊，你看佛经上讲的，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众生是指什么？指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我们这是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都是众生啊。上面呢，佛道、菩萨道，啊，声闻道，没有一样不平。不但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了，大乘教里面究竟果位叫妙觉如来，跟我们还是平等的，都是一个自信，离开这个自信什么都没有啊，全都是自信变现。你怎么在这个里面分高下呢？啊，我们这个高下的心什么时候能够除掉呢？啊，除掉高下，平等心就现起来了。啊，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啊，《金刚经》说，离开四相。思想是个坏，是错误的，不是真的。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什么时候能把思想破了？清净心现起。啊，高下的念头消除了，平等心现起。平等心现前是菩萨了。树身很广，无有边际，故名无边际。这是讲你洞达无边际，达是通达，洞是彻底。彻底通达，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我们现在讲宏观宇宙，其小无内。现在讲量子力学。啊，你完全明了。是则佛之所照也。啊，佛之就是自信本有智慧，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对须遍法界虚空界通达明了。啊，这是信德。佛有，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啊，记住佛告诉我们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对一切众生不能不尊重啊。啊，要用真诚心，要用平等心来待。我们对佛用清净心，用平等心。我们对蚊虫蚂蚁有没有？我们对花草树木有没有？我们对山河大地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我们的心没有做到真正平等，没有做到真正的清净。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得好啊，学佛，你能够得多少利益？啊，我们这个经上讲啊，真舍利益，你能得多少？全在你有多少诚敬心。啊，为什么？因为信德没有边际。老人家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百分诚信你就得百分利益，看你有多少诚信。啊，万分诚敬呢，你就得万分利益。这经上讲的真舍之利，这一点都不假了。换一句话说，诚敬是开发我们自信的一个工具。我们有多少诚敬心，这个自信里面利益就开发了多少，决定成正比例。佛弟子能没有诚敬心吗？今天佛教衰了，学佛的人好像不少，没有看到明显的利益，什么原因？沉浸没有出现呢。不但不能跟普贤菩萨比，跟普通菩萨比都比不上，乃至于我们跟过去天人比也比不上。为什么？过去的天人修上品十善的，啊，我们现在跟过去一般普通的人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啊，过去社会一般大众都有很好《弟子规》的修养，《
舍善业道的修养，啊，道家因果感应的常识，他都具备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理如法，啊，合乎佛家的舍善略义，啊，他们生活在其中啊。我们今天不但没见到，也没有听到啊，有人讲这些问题了。50年前有人讲，但是做不到了。最近这50年，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当然有一定的艰难、难度啊。啊，这一方面。既要专精，又要广学。啊，最重要的，我们要落实。我们也很想落实，为什么老是落实不了？沉浸不足。啊，沉浸从什么地方培养呢？从经教上培养，那这个经呢，只有一遍一遍认真的多听，有好处。啊，一遍一遍认真多听呢，这个就是戒学。啊，什么戒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戒。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也是戒呀！啊，我们受持读诵是自理，为人演说是实行。你们想想，对不对？啊，受持读诵就像儒家讲的，啊，这个里头包含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那为人演说呢，就是读心了。言是我做到了，啊，我把我学的东西都变成我生活了，啊，真用上了，啊，戒律用上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戒律相应。啊，经论用上了。啊，经论是我们修正我们的思想行为。啊，这才有一点像啊，古时候学好，为什么有很多好榜样？我们能看到，现在这个榜样没有了，找不到了。啊，我们都没见过。啊，我给你们介绍，我这一代就没有榜样了。啊，我只见到张家大师，啊，那种
定功，啊，佛经上讲的那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我看到了。啊，李炳南老居士，学己为人，精进不懈，我看到了。学不厌，教不倦，可以说这是李老师一生治学的精神。啊，我们在书本里面啊，经教里面，古时候这些大圣大贤、祖师大德的风范，我们只能在文字上看到，没有看到真正有人在表演。啊，这都很遗憾了。啊，真正有这个模范在，好啊，我们学起来方便了。佛之所照，就是自性本具般若，它起作用了。障碍没有了，作用就显现。啊，障碍就这三大类。华严经上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啊，一般大乘经上讲的无明烦恼。就是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个讲得深啊，我们实在讲没发现的啊，你还没发现，你怎么断的？啊，我们今天能把下面两个断掉了，就算很不错了。啊，下面是分别，是执着。啊，不分别了，是菩萨；不执着了，是阿罗汉；不分别是尘沙烦恼断了；不执着的是见思烦恼断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乃至于我们读诵经典，啊，都应该用不分别、不执着，那是用真心在念，啊，真心念就会有悟处，有分别、有执着，你去念，这是妄心念。妄心念所得到的知识，不是智慧，啊，开不了悟。就是说，你在读诵，你在学习，你里头用的心是妄心，不是真心。要知道，沉静是真心，沉是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是真心。啊，净呢是真诚的起用，啊，恭敬是心德。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都要搞清楚啊。啊，沉静呢
成见是菩提心啊。啊，净，你看看《礼记》，去离一开头第一句话说：“去离曰无不净，没有一样不恭敬。”啊，对树木花草，也都合掌成菩萨，真恭敬呐！啊，对山河大地，我们初学的时候不知道啊，没人教我们呢。啊，而是深入经藏，时间久了，慢慢体会到。这个可不能忘记啊！所以我们早晚礼拜加上十方刹土微尘世界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山河大地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无量的星球啊，十方世界无量的星球。啊，从宏观上说，啊，微尘法界呢，那就是微观世界。无疑不是自性变现的。那佛是什么？佛就是自性。山河大地是自性，山河大地是佛。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就说这个意思啊。啊，有情一般指动物，啊，无情就是指的植物跟矿物。啊，现在又讲。动物、植物、矿物叫三个。啊，分为这三大类。啊，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生物。那在大乘佛法讲，生物把所有的全都包括了。为什么？它有生命，它有见闻觉知啊！山河大地有见闻觉知，树木花草有见闻觉知，啊，所有物质现象里的通通有见闻觉知，啊，这是近来这些年，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水是矿物。他有见闻觉知啊，证明他是有机有机体，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念山河大地通通是有机的啊。为什么？因为基本的物质现象它具足啊。金刚经上讲，所有一切现象都叫一合相，分析到最后是一样东西啊。大概现在就是科学里面讲的量子中微子啊，分析到最后完全相同啊，万事万物只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组合不一样啊，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那就是什么呢？阿赖耶的境界相完全相同。
啊，阿赖耶的三细相是一二三，三二细，根本不能分开。啊，也就是能量信息跟境界相，它是一不是二。啊，那基本的物质都是有机体的，它组合的。怎么会有差异呢？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啊，万事万物是活的，万事万物跟我们都会有起感应到交，我们只要诚，古人讲的诚则灵，灵是什么呢？跟他沟通啊，跟他起感应了，啊，诚则灵。啊，不成就不灵了，不是不灵，不成是我们自己有障碍。啊，他的信息发给我，我收到了，但是没有感觉，叫做麻木不仁。可是我们的信息发给他的时候，他收到了，变成说他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对于大乘经教的熏习，那就太重要了。我们常年不断在大乘熏习，慢慢自然就明白了。啊，这个言教能不能开悟啊？难。教下常讲的大开圆解，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等的境界。啊，念佛能不能开悟？能，念到理业心也是这个境界。啊，这就是啊，法法平等呐，没有高下了，通通能开悟啊，通通能见性啊。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对一切法就会尊重。啊，不仅是佛法了，其他宗教修学的方法没有例外呀。啊，诀窍就在智心一处，问题解决了。啊，只要智心一处，要知道智心一处就是禅定，定就开智慧。啊，我们今天就智心一处，在这一部经上，在这一句佛号上，啊，一部经帮助我们认知这一句佛号，帮助我们把念头止于这一处，我就止在这里。啊，这是邪门。啊，经教是戒门。戒门帮助我看破，邪门帮助我放下。啊，止于一处就是放下了。啊，放下万缘呐，这一处好啊，这一处是真心，是自信呐。啊，不能见性也没关系，不能见性，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他真的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法门呢，无有高下，里面又特别殊胜。
我们看底下这个文，据苏译，首句是所证之理体，即如如也。次句是能照之佛智，首句就是住于无上下，所证的理体，如如万法如如。次句动大无边际，是能照的佛智，即如如智。所谓离体，即自然之根本，所谓佛智，乃洞达此根本流出自然相的智慧。体用也如啊，离智无二，能所双免，绝代圆融，严丝莫及。教下怎么开悟？就是这几句所说的，他开悟了。教下动大，从根本智流出自然相的智慧差别智。根本智是实质真实的智慧，差别智是后的智，无所不知。根本智是体，差别智是用，体用也如。根本智对的是理，离体，差别是讲的是智作用，是智，离智无二。为什么会一如？为什么会无二？因为你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如果有起心动念，体用是二，不是一。离智是二，也不是一。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所以欧阳靖武大师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出这个话来，非宗教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非哲学？哲学里头有能所有二，佛法无二，这就是超越了哲学的范畴。也就是佛法没有相对的，哲学、科学都有相对的，佛法没有。为什么佛法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就有二，就有三。所以你看，从一体起二用。这个二用里面就有三种周边。我们全都通达明了了，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为当中就有四德，我们的心行不离开这四个原则。
菩萨心啊。四个原则里头，第一个最重要，随缘妙用。最后一个显示无尽的慈悲，随缘妙用是智慧，就是理智不二。末后一句是无尽的慈悲，待众生苦。当中两句是手段。能所双明。这些里头有能有所。大乘里头没有。能所是一，不是二。能生所生，能现所现。能生能现的是自性，所生所现的是万法。能所双明，那换一句话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双明的境界，这是圆融啊，绝代圆融啊。所以言语道断，心性出明。你不能想，你也不能说，说了错了，没有言说，想也错了，他没有思想，所以称绝代圆融，就是绝对的，他不是相对的，无上下者，只所证离体。本来平等，经云，这《金刚经》《金刚经》上就有这两句话：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是什么法？一切法，无论是什么法，平等的。你说我们念这个纸片。这微不足道了，擦了脸就丢掉了，这也是一法了。它跟无上菩提是不是平等？平等。为什么？无上菩提自性现的，这一法也是自性现的。自性在哪里？你念这个纸片，其实没错。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所以说心外无法，法法全是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呐。这个心是讲能现能生的心，法是所生所现的法。心性不能离开。这是我们讲了很多次，我举这个电视屏幕用我们很多同学现在都在电视机面前或者在网络屏幕面前，我常用这则比喻屏幕是体，里面的现象是作用，是相是用，体跟相能离开吗？不能离开呀！
离开体没有相，离开相没有体，体相是一，不是二。啊，作用呢？作用是我们帮助我们在一起学习，帮助我们了解诸法实相，帮助我们契入佛境界，这都是作用啊。啊，所以事法平等的法，不是指某特定的法，不是的。啊，大家这个法的时候，不要以为哦，这个法是佛法。那佛法以外就不是错了，一切法全在里头。啊，佛法、世间法，一切法全在里头，通通报了都没有高下。一切法皆是佛法。啊，所以悟了之后，你问他哪一法不是佛法？没有觉悟的时候，你问他哪一法是佛法，都不是。悟了之后都是。悟了之后明白了，搞清楚了，承认了，不再怀疑了。啊，所以佛门才有一句话说：“佛法无边呐！”真的啊，它里面包容万有，一样也不漏。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也是法了，都是归纳了，心法、佛法、众生法，一二三，三二一。为什么呢？心能现所现，啊，心是能现，能现能生，佛众生。是所现所生，觉悟的就成为佛，没觉悟的就成为众生。啊，不管他觉悟不觉悟，他全是心现心生的，他是一，他不是二。啊，能现能生的成为本体。所生所现的成为现象，啊，体相是一不是二，这三无差别，界限平等之意，平等故无上下了。啊，住这个字是显著的意思，昭著的意思，就是显露之意。啊。这个平等法完全显著出来呀，在哪里？不就在眼前吗？啊，哪有差别呢？啊，差别什么？我们没悟，我迷了。无上下，以为有上下。啊，还特别。在分别里头执着，啊，这是佛，那不是佛，这些话对初学人可以说。啊，初学的人不这么说，他不懂了。初学的人一下给他说“住于无上下”，他就迷了，这怎么回事啊？啊，这真假是非善恶都不分了。啊，这个人是白痴啊，这人头脑有问题啊。啊，所以这个是
向上一走啊，佛一般是不讲的。啊，经上有这些经文，你就晓得这个经是属于什么经啊？一乘法还在大乘之上。啊，故慧疏曰：“住是名也，此名字下得好啊！名什么呢？明心见性之名啊！啊，所名者，皆无上下之平等离体，即是心也。”离不开心呢，心现的，识也是心，识变的。心跟识两个对称，心是真心，识是妄心。啊，心是觉悟的心，在觉悟状态真心。在迷惑状态称实，啊，心就是实，实就是心，一体。啊，它有两个不同的作用。啊，它真的是一，不是二。所以一转过来，就变成四智菩提。啊，这一觉悟啊。妄心就变成四智菩提啊！佛教化众生，教化十法界，教化六道啊！不用识，众生不懂，众生不能接受。啊，识识的作用很大。从识这个里头一下明白过来了，叫转识成智，这才真正显示出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能达到明心见性，都能成就圆满佛道。啊，这个里头把明心见性那个秘密揭露出来了。明心见性明的是什么？就是明了无上下平等的理体。啊，无上下平等的理体明白了，你就晓得，从这个离体所生的现象，当然也是无高下平等的法相。然后再深入的时候，你会看到，哦，更不可思议的，无上下平等的四用。这是四四无碍了。四四无碍里头在怎么讲呢？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佛事。为什么？一切事里面都能开悟，都能明心见性。个人根性不相同，个人善根福德不相同，是不定在什么境界上豁然大悟。
啊，这才真正叫圆满的。大教啊，洞达，洞这个字，洞然明白，达是摄心大本，这个意思讲的深的。啊，这个心是真心，这个本是本心，摄心大本就是明心见性。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洞然明白，也就是明心见性了。啊，穷尽心源，故曰洞达。啊，这个心是真心的，真心的本源。啊，慧能大师见到了，真心的本源是什么？不生不灭。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啊，大般涅槃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啊，或者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即是即灭，这个即灭就是三大类的烦恼统统灭了。啊，无明见死尘沙统灭了，灭是这个意思。啊，生死灭了，没有生死了，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用，称之为大般涅槃。会所曰：“啊，会所以正如解释洞达，即此矣。”啊，意思是一样的。无边际者，数穷上下，横隔八方，无有边际，这是大而无外；不可穷尽，这是小而无内。啊，佛之所照，亦复如是。这个境界。很不容易体会啊，其大没有外，换句话说，没有边际呀。这叫大而无外呀，完全是从性体上讲啊。能现的体，大而无外；所现的相，当然也大而无外。能现的体，小而无内；所现的相，当然也是小而无内。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啊，你找边际，根本就没边际。你找了个圆心，啊，画个圆找圆心，根本就没有圆心，有没有？真有，你决定找不到。啊，你在圆心点一点，
在显微镜方向，那是一块面积。啊，所以几何上的点是个抽象概念，有没有事实？没有。啊，那么佛法小而无内，它不是抽象概念，它真有。啊，怎么说真有呢？在佛经上常说啊，微尘里都有世界。世界什么样子？跟我外面世界一样的。外面世界没有缩小，这个微点没放大，居然里头就有心境，有世界。我们在经教里念过啊，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参学，那个里有十方佛刹。啊，如来在那里讲经，妙不可言呐！宏观宇宙里都见到了，啊，微观世界里也有，而且重重微尽。为什么？每个微点是都有啊，啊，不是说这个微点有，那个微点没有，不是的，每个微点都有。这个境界妙不可言呐、啊！科学哲学没发现啊！我们要问科学哲学能不能发现呢？不能。为什么不能？科学哲学没有放下思想啊，也就是说。没有转八识成四识，他只能发现阿赖耶。禅宗讲向上一着，他做不到啊，佛法的深，佛法的高，佛法的妙，不可思议。你没有法子想，你也没法子说，真是妙极了。啊，无有边际，不可穷尽，就是中国。古大德所讲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说这个话，可能佛教还没传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古时候大圣大贤，不是凡人。啊，他们怎么会知道？啊，佛经上所说的，现代科学所发现的，啊，摆在面前一对比，我们的老祖宗里面有没有佛菩萨？我这个事情，我问过李老师。李老师回答得很妙，理上讲得通。佛菩萨在中国实现的圣贤，理上讲的，事上没证据。啊，事上他没说是身份，我们只猜想啊，没证据啊。啊，尧舜禹汤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经常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
啊，孔子、孟子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啊，尧舜禹汤，往前面数那些圣贤，那真不是不简单。他们有真智慧，他们在那个时代，啊，教化众生，上古时代的众生好教啊，听话了，啊，老实听话，真干，好教。啊，以后知识越增长了，他就妄想多了，他知见多了，产生了成见。啊，佛经里面的术语，无中见惑。发生了啊，有边界，有渐趋间，有渐趋间啊，这些错误的知见产生了，那教起来就麻烦了，没从前那么好教了啊。这就跟一个人的长成，你从这里细心观察，然后你就了解这个千万年来神仙。他用的这方法，你就会赞叹到妙极了。你看小孩，啊，现在的小孩麻烦，为什么生下来就看电视？他头脑里头就装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不好教。那古时候的小孩，尤其生长在农村，他什么都不知道，真单纯，真简单呐。那大人叫什么听什么，怪怪的，一点没有疑惑。啊，随着年龄成长，到十三四岁是懂事了，小时候要没有教好，那麻烦就大了。小时候教好了，循规蹈矩啊，一辈子都不会越轨啊。人都知道，修养道德，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头痛的啦，不会为非作歹。啊，饿死冻死也不会去偷盗啊！啊，从来不会有作奸犯科那种念头，不可能次次生起来。所以，从一个人从小到大那一生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联想到。这个几千年圣贤，他用的每一个阶层，每个用什么的教化，我们就明白了。啊，你才晓得那是正确的，那就是自然中之自然相啊，一点都不错啊。啊，小孩在没有接触的外面这些知识，啊，这些思想层面上，他模仿力量最强，啊，所以在父母表现给他看的，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给小孩看，他全学会了。对，这叫真正是扎根教育。啊，最重要的一千天，出生下来的一千天就是三年，从出生到三岁，这个时候把他培养好，培养端正，一生都不会歪曲。啊，中国古圣先贤懂得了。啊，我们对这些事情要真诚、恭敬，体会、观察，啊，从这个里头推陈出新，现前社会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去工作，怎样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这个智慧你自然就生起来了，不用问别人了。就像法藏比丘问自在王佛，啊，佛告诉他了，你自己有智慧，你自己能解决问题，这都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只要你心地清净，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清净平等，肯定就生智慧。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境界上有顺境有逆境，人事上我们讲人缘，有善缘有恶缘，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缘当中，你只保持清净平等，下面就求，你智慧就升起来了。如果你们不能保持清净平等，你的下面是烦恼，是习气，是烦恼，是习气，就免不了要造业。啊，你造作什么样的业，这肯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现前。啊，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那你就会被困在轮回里头，你出不了这个圈子。啊，你要真正懂得，我坚持清净平等，就你肯定就超越轮回了。啊，所以什么重要？清净心重要。怎么样清净？不受外面染污。你心清净了，什么是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是染污的根源。啊，名闻利养是染污，好名好利，贪着，啊，用这个东西染污，
里头生贪嗔痴慢疑，清净心里头生仁义礼智信，在佛法里面呢，它生十善业道。染污生十恶业道，生十恶业。心地清净生十善业，那作用不一样啊！十善业里头生智慧呀，因为他无贪、无嗔、无痴，这叫三善根。生智慧，他不生烦恼。是。佛之所照，亦复如是。故慧疏曰：“是则佛之所照也。至于。”家祥所曰：“正果无有形色上下好丑之意，洞达是智，无边际是真谛境。”后面念老友解释：“疏的意思，所证果觉，无住差异，事无上下。”那念老给我们这个提示，我们对加强书的意思就更清楚了。所证的果觉，无住差异。这怎么回事情？这是什么人所证的？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就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境界，十宝图现前，十法界没有了。这个时候真正知道十法界是假的，不见了。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没有了。这叫化身菩萨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证的是什么呢？真的说得好啊，证的是。无有形色上下好丑之意，形是形体，物质现象。上下好丑，都是心理的现象，受想行识啊。形色是物质现象啊，八十五是一心所的
相分。上下好丑呢，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的见分。你看出什么？你看出平等了。啊，没有。形色没有差别。受想行识上也没有差别。为什么没差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通通等于零，就是说万事万物啊，就归零了。怎么归零呢？因为你不起心不动念了。啊，起心动念就落二三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归零了。归零是什么现象呢？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一念里头有这些东西吗？有两样吗？那一念的时间多长啊？啊，这我们同学应该都知道啊。啊，一秒钟有多少念头？1600兆。换一句话说，所有这些现象存在的时间，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你还有上下吗？没有了，平等了，真平等了。那第二个念头不是前面那个念头。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幻灯片。啊，这一张一张的。那第一张幻灯片不是第二张。第三章不是第二章，章章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真的了解了啊！我这是电影的底片啊，这一卷24章，在放映机里的一秒钟啊，一秒钟24章。现在我们现在。就算是现实吧，啊，现实这个现象里面，是一秒钟1600兆张，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那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相信佛菩萨不欺骗我们。佛菩萨不妄语，我们相信佛菩萨。不存在了，所以说万法皆空，不就等于零吗？等于零还有什么上下了？就这个意思。啊，通通归零。念念都归零。这是什么人的心？化身菩萨的心。念念归零是妄心啊，是妄想啊，叫无明啊。啊，突然明了，明白了。不再想他了，起心动念没有了，这个现象呢，现象就没有了，假象就没有了。啊，这个假象注意记住，生灭相。啊，我们看电影的底片，张张不一样。那生灭相没有了，出现了什么？出现不生灭相。也是好像看这个底片一样，哎，底片张张一样，
一点改变没有，那叫一真法界，那叫十八图。十八图张张一样，没有变化。那十八图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能体会的，无始无明习气。起心动念真的没有了，他习气没断。那习气断了，习气断的话，十八图没有了，回常寂光了。常寂光，我们这个底片比不上了。常寂光是什么呢？底片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屏幕上一片空白，那叫常寂光。永恒不变，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慧能大师讲的，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你放任何片子，它不具足，它通通现象。你不放，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要问，什么叫放？众生有感就现，众生没有感不现。那我们试想一想，十八图会不会真的没有了？是真的。你自己在十八图修行，什么时候无明习气断尽了，你就没有了，你会常寂光了。那别人还有啊，我们有了，别人还有啊。十八图的人很多啊，从初住到等觉，川流不息，像学校，这批毕业了，那先生又进来了，你看呢，等觉毕业了，到常寂光去了，他离开了，那个初学的，那又有开悟的又来了。又初住又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初住来了。初住是新生，刚进来的，等就是毕业了，像学校一样川流不息，这学校存在呀。那么极乐世界真的叫无量寿了，不是假的。所以所证果据无诸差异，丝毫差异都没有，全都是心，都是自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你见到心了，你才晓得法全是假的，法法平等，法法皆如，如什么？如其心。古人讲的气气皆精，就归零了。这叫无上下，至其真谛境，故无边际。能证的智，这是什么呢？心行所四分里面有正自正分，正自正分就是这个智。你怎么知道有自正分？自正分是体，是心，你怎么知道有正心？你怎么知道有正心？正自正。正自正分是什么？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
啊，见闻觉知啊，这是自信里的本有的。啊，所以一切万物啊，它自然，它能见能听，它能够感受外面境界。不但我们人给它感受啊，物与物互相感受啊。啊，你像现在。啊，我们用农产品来说，农产品、果木树用的这些农药、化肥，啊，它也互相感应的，这是这个不自然呐，啊。啊，那么土地被这些东西染污了，土地也不自然了。啊，他们互相都有感应啊！啊，我们人的心行，啊，不善会感染他，这些物质也会感染。啊，这些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那个不是智。那是常识，常识不是智慧，有的时候错了，我们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啊，那么怎么样呢？地球就生病了，地球上万物就不正常了，那就带来灾难，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知其真谛尽，就没有边际。与慧疏啊，意思相同；至于净言疏，又有一疏。啊，疏曰：但能念道，行得贤助，不拣就是不要选择，那也就是不要去分别上下。同德往生，故有住于无上下也。若得生彼，神通洞大，无有边际。啊，故曰洞大无边际耳。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个说法呢，是显示阿弥陀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恩德啊，这个说法是就事论事啊，在《华严经》称之为“事事无碍”啊，也说得很好啊，他说。只要能够念道，道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你能够念佛，啊，行德，把经典里面所教的，你都能做到。啊，我们今天把净宗经典归纳的五门功课，行门。啊，这是行德。五门功课第一个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三条是一句，是净宗最高指导原则。啊，修学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这一条是根本的根本。啊，这是讲人天道啊。做人一定要做成这样的呀，这个做不到的话，换一句话说，你来生人生都得不到。这是得人生基本的条件，起码的条件。啊，那么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没有做到，你得孝道，孝敬不圆满了，你有欠缺，这种欠缺往往你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你没觉悟，你认真去做，慢慢你就会就醒悟过来了。哦，过去我错了。它是根之根呐、啊。啊，孝养父母奉师长，从哪里学起？就从这学。啊，没有这个，其他的通通变成知识。不是智慧啊，慈心不杀落在太上感应篇啊，养你的慈悲心啊，有这个再往上提升，这十善业才圆满。你没有前面两个基础，十善业做不到，十善都做不到，其他就别谈了。啊，三规五戒全是假的。你有这个基础，三规五戒就能建立。像盖房子一样，你地基做好了，哎，你可以起一楼二楼，可以起了。啊，你没有地基，只能搭个小草棚。啊，不能盖房子，你这第一条都重要，有第一条才有第二条，第二条小乘，真学佛了。头一条人天法，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位移，啊，没有第一层，哪来第二层？假的吗？啊，你就晓得今天佛法在恢复是多么的艰难。谁能够恢复啊？一定出祖师大德。啊，祖师大德一定是真正做出来给我们看，大家觉悟了。啊，也就是说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100%的做出来，啊，一切大众很明显的看出来了，啊，然后三规你做到了，三规是什么？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敬而不染，那叫皈依僧，那叫三宝。三宝是自信的心得，觉真净，觉不迷，真不邪，净不染，心得。这是学佛最高指导原则。啊，你看一进门先说三规，叫你什么？念念不离，不能离开这个标准。你修什么？就修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一样修好了，三个都得到了。啊，所以这是入佛，其入佛道，也就是明心见性的三个门。啊，你从觉门进去，禅宗、心宗从觉门大彻大悟。
啊，教下从正门经，正知正见啊，从这个地方进去啊，净土跟密宗从进门，从清净心进去，觉正净三个门啊，觉了当然有正有净，正了呢当然有觉也有净啊，清净心进去之后，它也有觉也净，所以进去之后就一体了，就是一个，外面有三个，啊，好像这一个讲堂三个门，无论从哪门进去，进去都一样，就全部都得到了，在外面不一样，进去都一样，啊，这是你修的什么？就修的是觉真经啊，啊，觉真经你只要修一个，不必修三个，啊，三个可能进不去。你一下从三个门进去啊，很困难；从一个门进去很容易。一界十三，三界十一，没有高下啊，叫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啊。我们今天走的是走进门啊，修清净心呐、啊，啊，修教下的那就是经典。啊，像华严、法华、法相为实，啊，这个都是从正知正见，啊，从这个门进，啊，在行门上教你什么呢？教你五戒，教你十戒，啊，沙弥就十戒，啊，教你。二十四门为一，那就是行住坐学佛了。佛是什么样子？这为一就是学佛，像佛，表演的很像，是这么个意思啊。有了这个基础了，再提升这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这都是自己的菩萨自己进修的。幕后一句，教化众生啊，劝进行者啊，那就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30岁之前。前面完成了，30岁之后就是劝进行者。这一句从30岁到49岁，49年讲经教学，最后一句啊，释迦佛做出来了，给我们看了。这净业三佛多重要啊！后头接着说。这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想成佛，必须走这个道路啊。这个三条，凡夫成佛之道啊，我们的修学把这个摆在第一。啊，第二呢，我们学的是六合，我们在社会上不能离开人，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要和睦，和为贵，是老祖宗说的啊，所以我们提倡六合，六合是佛说的啊，见和同解，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全同，那就是诸佛。我们今天没办法放不下，放不下呢，我们依依不净，
我们的见看法想法不要离开经典点的指导，以经典做依据先初修啊。净宗我们以无量寿经，我们以黄念祖居士的注解集解，他这个注解是集大成，不是他自己意思。好啊，啊，以集解，啊，作为我们建立共识。啊，行门里面戒惑同修，就是我们讲的这五门功课。啊，三福、六合、三学、戒定慧、六度、普贤十愿，这是我们的行门。戒惑同修，我们就守这几个戒条。啊，这个里面包括了《弟子规》，因为三净业三福。包括三个基础啊，中国儒释道的三个根包括在里头啊，普贤十愿啊，最后普贤十愿啊，净宗的纲领就具备了啊，真正依教奉行十年，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十年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就是净宗的一代祖师就出来了啊。那么一门一经通了，十年通了，一切都通了。如果我们同学都全都通了，希望把大臣全部兴旺起来啊，你兴净土，他兴天台，他去兴华严啊，为什么他全都通了啊，这一个摄像头啊，就可以把整个佛教啊，大小乘十个宗派都把它兴起来，在佛门里面只有一个人龙树菩萨叫八宗共祖，大乘八个宗派都他都是祖师，八宗他祖师都有他啊，他广学多闻啊，啊，这一换一句话说，他传的八个弟子成八个宗派的祖师，他变成八宗共祖啊！啊，所以佛法的兴旺不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要想复兴呢，那是奢望，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啊，就像培育一个植物一样，啊，我们这种子下去。它只能长成芽了，芽慢慢培养成树，再开花结果。啊，总得要三四代啊，这都是很快的了。大摩祖师到中国，啊，传承禅宗，到第六代才开花结果。啊，这是前人有例子给我们看。今天佛教衰了，要想再兴起来，我们要非常认真，要受苦受难，啊，把它集成下来，啊，能够找到一个传人就不错了，啊，这个灯就没有灭，啊，再往下去传，啊，我们相信。也应该要有四五代啊，佛法才兴旺，佛法兴旺世界就太平了。
这个事情我们见不到，下一代也见不到，再下一代不敢讲。啊，四代五代之后啊，就非常可能就复兴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认知、要努力去做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净严说这个意思确实说得好。